Hello，大家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啊。今天的英雄是孙膑，那个是微信区的，和这个皮皮继续一起和皮皮一起玩耍。啊，皮皮用的是那个后羿啊，他几乎每个英雄都有皮肤啊。所谓土豪皮嘛，要是。我们现在先走上路看一下啊。中路应该是有法师，我看有两个、三个，我这也算一个法师了，貂蝉一个啊。哎呀，貂蝉怎么跟着我跑？我可不是吕布啊，你跟着我干啥？先躲到草丛里面等待一下。哎呀，对方韩信啊，砸他！我可是先走上路，这怎么搞？哇，曹操砸中一个，打这个爬行怪，我以为叫他什么呢？原先是个小黄人对吧？快跑快跑，赶快跑！呀，我把你血吃了，不好意思。砸，一砸就砸两个。我要随时随地准备支援队友啊！情深深雨蒙蒙，这个名字起的啊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他们一下子冲出三个大汉啊！我也没辙啊，都没准备好，一下子冲出来啊！我中招了！好危险的书啊！哇塞！靠！又是一群人围在那里，吓死人了啊！这群人死都不肯走啊！啊，真有套路啊！一群埋伏在那里，我以为他们已经走了。这群混蛋，一定要拿他们开刀！我们也三个在上路啊，三个打三个应该好打一点。现在是每路都有一个，各自为战。在跳，哎，砸太远了，砸太远了。啥？曹操。刚才一不小心也把后羿的人头给抢了，他说你还来？那个曹操不要命的家伙，我去，糟糕了！还好啊，没人追我这时候。曹操呢？有本事再出来！我就不相信你们草丛里面能再窜出三个大汉来啊！先占领草丛，看他们敢不敢再利用草丛。我还是继续隔草丛吧。什么人呢？他没饮料啊！小心草丛！我要死了！这个不烂蛋了，赶紧撤！吃过一次亏，还想再让我们吃第二次亏，也让他们吃一次我们的亏的。啊，对方的曹操跑下路去了，下面有两个，我要去下路先支援一下，要不然下路塔有危险。
金草丛。这小样躲哪里去了？哎，又跑中路，中路又开始打团。就差点把夏侯惇搞掉了啊！无奈，我的伤害不高。我操，这边竹豹军慢来一步啊，被曹操给打掉了。好猥琐！哎呀，糟糕糟糕，后羿被拉进去了。搞死一个那个钟馗，他为什么在烂蛋啊？现在我们五都集合在这个中路了啊。散吧散吧，兄弟们。哎呦，他全信啊。差点打到很近。我操，都是乱打。开大开大，在这里乱扔啊！快跑快跑，我要远离。哎，我的蓝怎么还这么多啊？挺能支撑的嘛。打你个钟馗，看一下哪里需要资源啊，我准备去哪一路。先躲中路吧，这是他们必经之路。赶紧跑，砸完就跑啊！好，现在他们都在下路啊！来了来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，这不适合我，我不适合打冲锋啊！我操，这么猛这些人。他这个居然漏了啊，大招都漏了。哎，我居然还击杀一个，爽一下。乱战之中抢了一个。情深深我萌萌的貂蝉，哎妈操，居然说粗话啊。这么情深深软绵绵的，哎，皮皮都没血了，还不回去啊？我操，这下不能爆，他们都下来了啊！哎，曹操别打我，咱们有话好说。砸死你一个后羿！这群傻的啊，还跟我们玩群玩团，不看看我们多少啊？我是个辅助啊，还想跟我们打？
包金喽，走。没人打。不行，我们两个不行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妲己，你没血。后羿不知道够不够，他没蓝啊，他有蓝了，他有蓝了。哎呀，后面来了啊，后面来了一群人，要在他们来之前赶紧把这暴君打掉，不然能不能打得掉啊？好像不行啊。对，能不能打得掉？能不能打得掉？还能，还能，他们在中间。不是，我也没血了。先拿下。拿下了队友都没过来，刚才啊，没血了现在，我把大刀都用掉了。我前两个人头还行啊，我的猥琐啊，因为生病就是要猥琐。打掉一个暴君，剩下就是主宰了啊！看什么怎样拿下主宰这个这块肥肉，谁都想吃。嗯，有点难啊。我操！一群人躲在那里，好危险啊！跟他打晕了再说。人呢？团灭了啊！打暴君。打主宰，打主宰。人呢？人呢？过来！哎呀，我操！我先打主宰就打我！我操！亚瑟没血，我一下子卡了，有点卡现在。趁他们没恢复，赶紧打掉，赶紧打掉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快死了！撤撤撤！先回去。现在我们26-13啊，那对方的两倍多啊。嗯。集合埋伏。我擦，这还是找抽。你看这后羿别射我呀。两个都砸中。哎，后羿应该杀的最多啊！投降了吗？没有，我还说后羿跟对面投降，看来有点卡啊。天下无双，超神了啊！后羿超神了，扔一个亲戚，先把这个谁呀、啊，钟馗虐掉，打的钟馗连还手余地都没有啊！糟糕了啊！我操，这个谁夏侯惇直接冲出来啊！哇，夏侯惇还复活，
买了个复活铠甲，这么快就买复活铠甲。弹弹弹弹死他，对方出来一个死一个啊。太猛了，这波攻的好好猛啊。赢了，还有几头龙都陪着我们一起攻。这把打得很轻松啊。我们看一下比分。MVP 是 DP 啊，我们来点个赞。